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哥。今天在家里剥花生，这个花生要当种子的，再给它剥了。哇，现在时间差不多了，赶紧去海那赶海。然后昨天那个坑我来不及盘的，今天过去把它给盘了。走了，我去换家衣服，这个先放在这边。加油干了，那边海军已经围过来了，来，在这个小岛上面，要赶紧游的话，那边围在这里面就出不去了。哦，大家看这个海浪壮观吧。这涨潮就是汹涌啊，凶猛。好，游的差不多了，就不游了。海军已经进来了，赶紧给他抓了。看看，哇，这边，哇，哇，大家看到，看到，你别跑。喂，哦，哇，这个，哇，我周涛都忘记带。来不及，哇，这个黄鲷，给力给力，来来来，抓了抓了，来给他装点鱼吧，哇这个，哦你别跑，哦，哇，这底槽的塔罗就是大个，看，都是超级大货。哦这边有货，我刚才摸到。跑到哪里去了？跑到哪边去了？在这边。哇哇哇！活力这么好，你跑。喂，哎哎，我是我，是我的抓鱼技术退步了，还是他跑得太快了？哦，抓到抓到，你跑不了了。哎，我按在前臂上，摩擦了。来来来来来，你别跑。哇，黑鲷。哦，这个大概有个三连多吧，不错不错。哦，感觉不盘石头就不舒服，然后走套没带过来。哦，石头蟹，哦，还有条九鱼啊。哎，小兄弟，哎，你跑，哦，这个九鱼才给它放到前面去，不然等下死掉了。来吧，你被我按住了吧？你跑不了了吧？哦，我被螃蟹夹怕了，我这边给他抓，我这边还试着我，哎，这是脚臂，还这个不能抓，我刚才还叫他脚兄弟呢，把他辈分给提高了。这个这么小的，有戴手套被夹的还好一点，然后没戴手套被夹到，那肯定是马上有伤口的。哇，这个我刚才我准备试成这样子。来，你乖乖在这里，等长大了我再过来。哇，哇，这底下石头蟹真多，石头蟹泛滥。我不抓你，你别怕，不抓你。过来不盘石头不舒服啊，手套没戴好，好难受啊。哇，这边有啊，哇。哦哦，还有一个石头蟹，嗯，太小了，我不要。哦，有了，哎呀，你说，你再说，说进去，说进去。哦，这个不错。哇，哦，今天不亏呀，出来不亏。打到一个夜市螺，这个可以给他抓了。啊，哦，这个螺，晚上回去马上给他加工掉，好了。不过我。他们都说这个线吃起来像那个线皮筋一样，我感觉挺好吃的，给它煮粥了切片的炒粉。哎呀，
哇，小鱼仔，下去不要。我去，刚才摸到什么软软的？哇，好了，我、哦、感觉像欠债一样的东西。哦，哇，老哥，小哥，你往后面推一点，我好像抓到什么东西，我给他扔出去，不敢试试撞。我吓死我，我海星们，我啊，你别跑，来，我轻点做，哎，你别下去，这个游道不开玩笑，等一下，哇，不好抓，哇，你跑得很快，来吧。继续，哇，这个够深的，哇，这个感觉软软的，摸到特别害怕。你别吓我，哦，摸到海蜈蚣啊，哦，被我摸断了。这个是专门钓鱼用的，啊、哦，好了，把我吓一跳，我又一只。哇、哦，我摸到什么滑滑的？哦，淹死了，哎，进去吧。来吧，我一见到这个夜视龙，我就把它给推进去。哇，这估计是连夫妻吧，估计是吵架了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跑到那边去了。哎，这个夜视龙比刚才那个大多了。既然你们两个连夫妻吵架，然后现在是被我扫到了，只能跟我回家。我去，回去慢慢给你们当个调解了。不错吧，这个主意不错吧。好了。哇，那边嘴啊，都没进来了，再不回去就回不去了。所以大家赶海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注意潮水。你看这边都已经回进来了，快赶紧出去一下。哇，海水都涨进来了。哇，终于跑出来了，累死我了，差一点点就出不来了。哇，这海水涨潮就是快，大家出来千万要注意安全。今天收获不错，收获一对吵架的夜视罗夫妻搭档，被我给捡到，我回去慢慢帮他们调解一下，不然吵架不好。啊、哦，夫妻应该互相牵拦一下。来，收。今天就两个夜视罗，然后哦，一条黑鲷，一条黄鲷，还有这里是刚才把我吓一跳的软软的花蛳鳗，那几个螺，哦，今天周围就这么多，不过不错了，这个夜视罗在我们这边比较贵，这应该差不多可以卖个百来十块吧，算了，先这样，哦，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喜欢大全的朋友，记得慢慢多多点点关注，谢谢哦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